小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提了啊！我在我们家楼下碰见我一朋友喝多了，拉着我就吐啊！我能让他破坏咱小区的环境吗？多没素质！我上您这儿应个急。我们家在五楼哎，你这个朋友也太能忍了吧？素质高吗？啊？方叔，能借我您上医用一下吗？干什么？我朋友身上都吐脏了。哦，行吧。 天衣无缝的计划，一会儿你上洗手间，咱演出狸猫换太子。难得聪明一次，怎么样？我来救你了。这什么弄家？假人专门为你设计的。 你跟他一换，就能逃出去了。那这假人就留我们家厕所啊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用，赶紧一块脱衣服吧。哎呀，这家伙咋脱呀这？参与啊！刚才你是不是把我爸支走了？对呀，我帮不帮？ 棒，我棒着！我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走？我不得服你吗？我真是服你。不是你服我，得我服你。你得演喝多呢。我可真是后悔来偷手办，更后悔让你来救我。